两位前辈好啊，是是是，我讲话一定看蛮。对啊，讲前辈，安尼敢那袂是阮做老的。我呀，民谣的，咱小跳舞，跳出来。是是，民歌70年代时阵，迄当时我咧做兵啊，我定来这个什么高雄拿波酒啦，什么金日歌厅听恁作秀时，什么什么什么，酷爱流行乐，当都乱歌。对对对。哦，梨花嘞，不得了。是啊，因为两位都来上过我们节目啊，好会刮，现在是观众，比如讲下坡过来讲。 尤其讲哦，余音啊，最近看到伊一电视出哦，加三足济安尼吼，对啊，我嘛咧考虑，这种都加三足济，他讲到我喜欢听的嘞，是啊是啊，谢谢哈，谢谢哈，毕竟前辈这么花多大度哦，没有啊，上次我来上的时候，你说我有稍微瘦一点，现在我再来的时候更瘦，更瘦，你看麦吼，对啊，啊两位头毛嘛特别个色多贵安尼啦吼，我两个吼心有灵犀安尼，头一边吼头毛加加短安尼。 加加点，啊，佫小可有定规安尼啦吼。我弄个创意，创意就像你的头一样。我一直都在讨论你那个头，好可爱，好可爱。伊头佫怀疑讲，杨凡，啊，你这头是假头毛，是安怎去做的吼？我怪舅舅的，咱这一波是假的，你看嘛，又袂叮当。听讲你这波就假的啦吼。真的假的？哎呦，啊，假的用个不？不是，啊，不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妈妈是歌星这条歌吼，是讲恁出道时，敢袂惊讲？ 有人知影讲，啊，咱交男朋友啊，是咱结婚未？可能阮会惊未？不会啊，不会，真的不会吗？你好像结婚很久才公开的啊。没有，因为我结婚是在国外，所以就可以说几乎完全脱离演艺圈。哦，哦，你是结本来阿未结婚进行，是啊，个唱歌，但结婚了后就淡出演艺圈嘛，吼，稍微说淡出嘛，就离开台湾啦。是是，啊，是几多？南美洲。 哎呦，巴拉圭，我巴拉圭的人，巴拉圭都很棒呢。那刷个巴拉圭去。啊，因为当年老公去那里做生意呀。老公是巴拉圭人，还是巴拉圭？对，台湾人。台湾哦，移民到巴拉圭，在那边做生意，所以就淡出演艺圈。嗯。所以迄个时阵，当年别讲讲，惊讲唔多讲有男朋友结婚，红怎样？啊，回来时阵，别个出来时阵，敢唔讲，只是个大家讲讲我结婚啊，还是讲拢白讲。 诶，这个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啊。但是是没有讲是对的哈。有啊，有人问我就会讲啊。啊，没有人问，那尽量不要讲啊，你啦。那余英的话是结婚的时候有没有公开呢？啊，我有公开。哇，哎，我有公开。大家听你松了一口气啊。对，因为那时候妈妈管得很严。嗯。哎，一直在。妈妈管得也没有道理，懂不懂？因为妈妈她那时候是怕说我被受骗。 有呀嘞，对，那时候，咱这行啊，足戆骗的，你讲什么行啊？你讲艺术观众人足戆的了，没有，那时候妈妈跟我跟到二十几岁，二十五岁，好险哦，哎，跟到二十五岁进前都唔捌交过大波朋友，没有，好家怕算呢，多次哈，我就交了那个男朋友，就你少吃了好多那个台湾料理呢，所以跟那个男孩子认识，啊，就结婚了，对，啊，就阿基嘛，初恋都结婚了呢哦。对。 哎呦，可怜呢！不要讲，哦，可可进呢，哦，这条不要。因为我是比较属于传统式的，他传统啦。是是。啊，有人今麦查甫人拢会怨叹讲啊，前一前啊，交过一个呢吼，拢无了解另外一个查甫人啊，拢无得比较安尼吼。有朋友都常常跟我讲说，你这个先生已经结婚了24年了，为什么还不换呢？那我老公就回答说，还不错嘛，还不错，再换嘛。对啊，还算蛮好，又哎，还蛮好，蛮好相处的哈。觉得说生活夫妻都是要经营啊。丢丢丢，要经营，所以说。 不一定说结婚就是要换伴侣，我们觉得一辈子走过来应该要相扶相成。不一样的吼，对，这个居然结婚了，就被有这种所谓的离婚的这种结果，对不对？对，像我就是说离婚的受害者，真的，我结婚，没有你长得太帅了，哎，我觉得很奇怪呢吼，啊，咱大家拢知影讲贺大哥哥吼也结过婚啊吼，啊，拢唔捌看过因老婆吼。 啊，今嘛在想，我怎么知道我要订婚？你说订婚的故啊？因为贺一航哦，结婚的时候就早的啦，早民国大概70几年的时候。对，我退伍回来过了结婚啊。结婚，我结婚时候可以，我讲一百箱，我一届啦。哦，因为查某囡仔跟我发生关系了后呢，我讲已经跟他有啊呢。有心啊。我做一查甫人，我都负责任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娶起来，娶来了，我咩事过来啊？啊，我无个，如果无去啊。哦。
啊，不然流产就对了。嘛，唔是先安怎产的嘛，无摇对，啊无摇时，我讲安尼变咯。我是为着你有囡仔，要娶你，啊无咱离婚好，啊无离婚啊离婚啊。其实恁结婚刚差不多三个月啊，你嘛。三礼拜啦。啊三礼拜。三礼拜，比吼火锅多爆料哦，比特销个拍摄呢，一拖三个月才出销呢啦。那你们的感情是不稳定？嗯，就没有感情，只有友情。是不稳定。丢了。已经很久了，没有想要再结婚吗？有想啊，但是娶不好呀，好拢过了呀，啊，顺其光拢一挂迄落。那个三下五步一个感冒，那种是变怎啊？你讲啊你，你还佫要，你佫要算人，人要治你都要袂歹啊！我跟你讲，做什么还敬？哎，做某这种物件别开玩笑呢。对啊，但是你若敬啊敬敬都袂认敬的，就是安尼啊。所以讲，心有时候要降低一下，来看一个什么查某囡仔拢足好呀。你不一定爱敬了，就讲一定。我你错了哦，你讲这个话哦。我是讲你也较凊彩一点嘛，爱你的人就好啊，对不对？但是，即摆有人爱你不？即摆。哎，贺大哥，即摆有女朋友不？哎，无固定的咧。你甲我解释，什么叫做无固定的？就是讲无多做伙，但是有定定联络安尼啦。哦，啊，这足侪就对啦。我这种哎安排得真好，是无会定定去吼去碰着嘛冇。哎呦，安尼唔叫做劈腿啊？什么劈腿？我这叫做做功德。做什么功德？布施啊，对吧？所以哦，有当爱一个哦，完整的家庭足重要。对，真的。无影你的思想、你想拢无同，我所以已经写足好诶。人讲人生吼，亲像海涌，是，有起一定有落，哎，有大起呢，那么一定会有大落。对对。但是呢，尤其是在我们演艺圈哈，哎，又更现实。哎呦，讲得很细，有影气死人吼！这个工作上，我无法度做永久迄个感觉。像可能我今麦有几个囡仔？两个。两个，一男一女。对呀。哇赞！查甫较大汉啦，查甫囡仔。查甫今年大学要毕业。哎呦，大学要做阿妈，你讲咩啊？有影一无小心要做阿妈呢。余英是几个囡仔？我一个。啊，那么十几年呢？哎，我一个现在在。你这种身材，凊彩要生五六个呀？你这种型身材，讲生六个，我嘛相信的。你讲十几年？就是为了这个身材，不敢再生下去了。哦，生几年？生一个的话，生几年肥了公斤。我们这个门东生的这门挤不进来。不一定，有人生掉哦，第一个大个，第二个开始生呢。是吗？正经啦。我是为了。怕胖，所以不敢生。哎呦，莫得囡仔人讲吼，咱这囡仔都要乖就好了吼。对。啊，你敢咪要求囡仔读书应该读得好，考试一定要考冠军。不会呢，我觉得小孩就是让他自己朝着他自己的兴趣。对。自己要做下面，回家去做了对了啦。啊，余英英。我觉得小孩子只要健康。快乐，尤其是女孩子。我生理不，你生理健康哎啦，对不对？当然健康喽。我是你生理健康了。我不担心她的学业，我就她考试考得非常好。是。可是我就担心她的身材。身材。你怎么知道？真的没有啊，先努力哦。别。哇，好艳啊！对啊，我就担心她的身材。这种身材不要紧，你嫁妆给她穿过了不要紧啦。哎，我先生也这样讲啊。真的嘛？这种人较有福气呢。对啊，哎呀，所以不要紧啦，一个囡仔一个命啦吼，我大家拢是真都有发展的。讲恁两个是好朋友吼。对啊，我们是很好的姐妹啊。真正啊，姐妹。哎，恁两个有当刚刚不一定刚刚一定是在演艺界刚有当接触啊呢吼。没刚刚两个私底下是真好朋友啊。我们私底下。哎，我们好到可以同眠共浴。好到可以同眠共浴。哇，那余音那醉人的锦楼，哇，醉过糟糟就不会。不要亲我的姐妹哦。不会。不会啦哈。啊，两个好到这样子啊哈。你对余音，你刚刚以这个朋友的定义后，是因为有什么事件？你刚刚哎，我这个朋友我把他交落去。其实我真的觉得。老天也很厚爱，对我很厚爱，我蛮幸运的，我身边有很多的好朋友、好姐妹，尤其是英英，我真的要感谢她。怎么样嘛？老公，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今麦提出来讲，我要见啦，我见啦。因为我记得两年前呐，是那有一次我跟我老公闹别扭，跟我老公怄气啊，然后我就离家出走。哎呦！但是，真到鬼的是，我老公竟然不知道我离家出走。啊！咱离家出走一段时间，老公唔知呀。因为他以为我。你是出去暗时回来了对？没有，我真的去南部去了三天，他还不知道，他以为我是去南部作秀。那刚好第三天英英来的，他跟我同，就是说那一天要同台。那他看我觉得我好像有怪怪不对，那种心情好像很不好，他就请我喝咖啡，然后我们就一直在聊天，然后他就问我到底怎么一回事，然后就讲，他说哈。
这简单啦，然后他打了一通电话，就哎，你跟我老公讲什么？你讲什么？我跟他老公讲说，哎，有时候对老婆好一点，是，不要太大男人主义，嘿，哦，因为老婆真的很好了。假如是我的话，你这个老公我把你废掉。哎呦！结果他老公听到的时候，没讲，一定会对我老公吼，我老公问我，啊，你当时要等啊？我唱刷就回去。真无路用啊！你吼。系啊。所以讲，有当时讲啊，你要安尼要变派一个，你吼，要生那一个，要生生那一个吼，要加在呢，有当运气好。所以有时候碰到好朋友哈，他就会帮你解围啊。对，啊，你有当咱讲讲交到好朋友，咱有当咪交到歹朋友。一生当中，你刚好你不靠去拍朋友哦。你问下人是不要讲啦，正经有人嘛讲袂出，袂当得罪人啊。别啊，像我嘛交过拍朋友啊，哎呀，有吗？有啊，今天也来到现场了。哪位坏朋友？你讲，你讲我，我了，我就知你要讲啥啦哈。哦，你也在边干钱哦。我才有衰嘞，我甲婷婷在注意这波。你们是好朋友。啊对了哈。哎，好朋友才能在一起。好朋友、歹朋友，咱拢爱接受啦。对对。对了，好听就好听，搞笑就是搞笑啦吼。不啦，因为能唱这个歌，有这个味道。这个其实唱歌就是唱个味道，你的味道唱出来哦，感情都下落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啊，咱普通时啊，其实哦，咱的艺人哦，其实生活真单纯啦吼。那刚刚普通时啊嘛，爱给干嘛做些小客，有人是爱拍麻将，吼，有人爱去旅游。啊，那苦人，我们普通想做什么休闲较济？我跟英，我们常常相约去 SPA。SPA 哦，所以您在公公后坦诚相见啊，他好厉害，他一 SPA 都泡了7个小时，啊，泡到昏倒。你今嘛行了，你给你今这条是开都玩旺了对了，所以讲今嘛久。我跟你讲，伊拢吼透早就接我啦吼，啊，去到迄个 SPA 来宾吼。那我们就去泡汤啊，泡了泡到一半，他就说：“哎，我不肚就枵哎，那来去吃物件好，起码吃吃。”伊讲：“哎，我就爱困，我倒起来，搁休困一下，哎呀，搁等伊困一下吼，哎，搁来泡泡，较等下搁出来，搁进烤箱，搁出来就天暗嘛，天暗嘛，我就枵干哦，因为里面没有东西吃嘛，只有吃泡面嘛，嘿呀，枵干透早十一点，哎，十点外，九点外，十点外，加暗暗。”五六点，我拢无食物件，我当然买昏哩。所以伊以前伊食两三顿就对了。没有，我跟他一起去吃啊。可是因为他可能是因为我有睡觉有休息，他没有，他一直泡，他泡到怎么样呢？他撑了乌青。哎呦，那乌青型，乌青型。因为他打那个SPA有没有太用力了？哦，那个水柱很强。水柱很强。你还细腻呢？对啊，为了要减肥呀。啊，我减肥的方式，我找人爱睡就是安尼。对啦。